市长为提交文化局长姚铁山，佮有南关山道的议员甲里长等人，共同为12月24号要来登场的第四届龙岩耕作空山祭进行着宣传。今年的空山祭以着随风气流作为主题，在一组团队带来着15件作品，将分布伫虎形山公园甲周边。除了是作品的规模多样之外，嘛加了真侪互动性。那因为龙旗光节有别于其他的光节，它是最节能减碳，而且跟整个大自然环境融为一体。就是风的这个主题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，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龙旗的人都是来来去去的，但是龙旗的势必离开不一定是坏事，因为小朋友离开之后，或许就是获取资源之后再回来龙旗。就是今年作品其实显然的添加了很多民众参与的要素，像我手边这一件江中伦老师的作品，它上面就是有小朋友写的梦想，那有小朋友写说他长大想当艺术家，我自己是蛮感动的啦。对，今天我特表示说，空山祭举办以来造成着轰动，今年内容更加有看头，希望透过着精彩作品吸引着更多人来到这来欣赏。这个人口不多，但是故事很多。那尤其透过艺术家的光影、雕琢跟设计，可以让很多这个外来的好朋友，还有许多市民朋友们，能够体认在这个山间的地区，要经过光影，可以看到很多山区的景色，白天跟晚上看起来也是截然不同。今年空山祭除了是灯区的范围扩大，作品嘛加了真多，更加充满着故事性。同时嘛，首次结合着两厅院的售票系统，希望提供着观赏的民众更加方便的购票而且服务。跟过往年一样，我们的一般票券是50元，另外就是假日的票券是100块，还有一个叫做流连忘返。无限旋风卡300元、哦、这个是我要买的。2023龙岩耕作空山祭12月24号来登场，将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12号，欢迎民众有把握机会来欣赏。南天新闻台龙岩采访报道。